确保理性的声音，比较精英的分子可以参加，而且也留了位置给基层，啊，多样化的，比方，同乡的组织、地区的组织、基层的组织都可以参与，所以在均衡参与，确保有理性温和的声音方面，我觉得是可以比香港的民主优化的。日前，香港行政会议成员、立法会议员、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，谈及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，叶刘淑仪表示，这一举措让更多理性、精英的声音能够进入香港的管制架构，有利于推动优质民主。作为立法会议员，叶刘淑仪坦言，过去几年，一些极端分子透过选举制度漏洞进入管制架构，给立法会甚至香港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经过了此次对基本法附件二的修订，由地区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减至20席，港九新界分为10个选区，每区有2个立法会议席，实行双议席单票制，这就从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极端分子进入立法会的机会。因为我们的选举方法是用比例代表制，就是说你只有 6% 的票、7% 的票就能选上了啊，所以一些社会的极端的声音都可以进入我们的立法会。将来的选举制度改了，双议席单票制，就是已经拿到大多数票才可以当选，你就不可以走极端的路线。在叶刘淑仪看来，当前立法会议员的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，而此次对于选举制度的完善，正是提高立法会整体素质、吸引高质量人才参政的第一步。因为这个选举的办法就是人多就赢了，我们根本很多社会的精英不愿意参加，因为我们会内有很多议员的水平太低了，就是吵吵闹闹，乱东西搞破坏，或者极端的拉布。我问过一些专业界别的精英，为什么你不去参选立法会议员呢？有一位精英对我说，我为什么花时间跟这些小丑坐在一起啊？所以啊，这次我看见这个五大界别有，比方留了一些位置给中国科学院的院士、中国工程院的院士，让这些高端的人才可以参政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。修订后的附件一中规定，行政长官候选人需获得不少于18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，且5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需不少于15名。对此，叶刘淑仪认为，修订后的附件一及附件二中，对于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办法都是非常合理的安排。我觉得非常的合理，因为将来的行政长官需要面对整个社会，你不可以只有工商支持没有劳工支持的啊，所以这个候选人应该5个界别都争取起码15个提名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那么立法会议员的门槛就比较低了，就是5个界别你拿到不少于2个不多于4就可以了，这个难度不高啊，一点都不高啊，因为你应该是让不同界别的人都认识你才可以当立法会议员呢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安排。针对有人担心新法实施后立法会将成为一言堂，反对派将失去政治参与空间等言论，对此叶刘淑仪表示这完全不可能，相信未来的立法会一定有不同声音。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可能，我们是依法办事的啊。那么香港是个多元化的社会，也有不少受西方教育的啊，在理念上很接近民主派，只要不是反中乱港、反对宪法、反对基本法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相信将来我们立法会一定有不同的声音。